知名的非正秀艺术家施慧叶老师甲伊的秀友，目前伫个平地市政中心有布置一个非正走秀的展览，展出51件秀画作品。非正秀是突破传统针绣的艺术展现，伊着针代替笔，佮结合着参像蕾丝、珠啊等等的媒材，绣出创意的作品。因为我们的这个作品是非针走线，跟这个传统的很细密的排列的这种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就是绣画哈，所以可以这个动物哈，这个静物、风景啊，甚至到人物都可以。画面上的这幅图号作《新台南背景》，是由着南北艺术家总共23个人合作，排了几啊个月才完成的。还有这幅图，热气球是代表步步高升，边啊鱼啊是年年有余。施老师讲，这个作品是绣在门帘顶端，将艺术应用在生活当中。那个荷花那边的是到神农街，这边是在台北世贸艺画绣。然后这边是我们南部绣，所以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一般4F 大小的就要50-60个小时，所以就可以知道我们花了很多的心血。这一幅呢是我绣在这个卷帘上面，所以可以不只限于用绣框把它做制作，我们也可以生活用品上用。这个展览的展期到1月29日，10号将会办理开幕的茶会，当天有泥布的 DIY， 21号还有非针绣的 DIY。施老师会到场教大家绣钩仔钉，欢迎民众多多来欣赏这个作品。有兴趣 DIY 的民众也可以踊跃报名。南投新闻王维德新娘采访报道。